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小竹。今天我来夜市来玩画画，然后我挑战入这个节目。最近我去台湾，觉得有好多这个钱了，现在我就用这个钱去夜市买东西吃吧。现在跟大家一起跟我去画。我们先去过画一下，然后看有什么能买。因为我来有点早吧，所以没有多人，不多，太多人吧。这里他们卖好多东西的，衣服有，帽子有，东西有，包包有，我们就去看一下，然后买小吃吃吧。夜市主要是小吃的。看一下那边有卖鸡肉，我们去买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要出东西。这是什么？鸡排。鸡排吗？多少？七十块。好，那给我一份吧。那边要整一整。什么？一块一块。我要的，要的。可以啊，好，一块一块。七十块，这个就我买这个吃。七十块啊。现在就来吃一下吧。请大家，好好看，好。现在我来那边买一杯水吧。果汁，我也觉得这个鸡好喝。你好，好，好，这个都是40块，40块啊，给我，是少的。我们继续走，前面走，去画廊。
卖玉米，他们做的，看起来好好吃，但是我本人不太喜欢吃玉米，所以就不买了吧。现在已经有人来的多了，现在是6:30吧，晚上6:30，人已经来，等会就很多很多了，天准备黑黑。然后这里的地方他们卖好多，这个有还有桌子是坐的，有地方坐着吃。然后好了，现在才去饭堂吧。这是葡萄、草莓。那就现在就吃了吧，葡萄。喂，怎么了？国内没安啊？这老爹啊，好像是这样吃，可能是吧。大家，鸡爪没有骨头。鸡爪做完了，它小辣不辣的啊？这小辣是一点点辣，叫中辣、大辣，叫不辣的。我要辣的。辣的，要小辣、中辣。多少呢？100、150、200。100。谢谢。100一份。啊，大哥知道吗？小辣就好了吗？小了小小辣椒吗？我想辣辣。中辣。不要放过辣的，100啊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花花王子，现在我们继续走吧。流浪客上多，我这都是流浪客上多。是假的。好多水果呀！现在我们去那边，看看他们买一个。这里他们卖海鲜。青蛙、虾、螺田、竹笋，好多。牡蛎。好特别的，这个是鱼蛋，什么鱼那我不知道了。
水果好，鸡翅鸡好，肉好。现在我们去看，我们有什么，我们就试一下试一下吧。钱也花快完了，大家看，快完了。也去快完那个夜这个夜市了吧。三个，这样一份100。啊，三个。不是，我只要这个3个。我们都要这样一份。好，是那个一份。那就他怕，让我拿这个。因为快完了。钥匙那个吗？对，马上是要打包。帮我打包。钥匙。嗯这里你们哪里来的？我们越南来的。哦，那你怎么中文那么顺？没有，只吃饭。谢谢。不是啊。我就这样买了，然后我就回去，喂，没钱了，这个带回去做煮面吧。市场。啊，不是夜市也去逛完了，然后大家看，这是用硬片的麦，硬片麦的，卖得好多东西，每个小的都是好送啊，我就要回饭店休息了，我的视频到这里也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请帮我订阅，然后分享我的视频，谢谢大家，拜拜大家，下期再见。